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师。那我们继续前往剧情喽。请将军。Go！ 西王韩荒面突然发难，神无大人。神无死掉了。前方已是韩荒边境，我们贸然而入，恐将引发纷争。五人一组，分头行动，主要打探神无与神医下落，有时会合。不得滥伤无辜。是。OK。反正是要躲起来就对了。可能不被发现吧。不知为何，韩荒要扣下云轩。蓝香姑娘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只要能尽快将神医和蓝香姐姐带离这个鬼地方就好。前方有守卫，尽量隐蔽身形，别引起他们注意。行。异空金刚，这什么东西？又是巡逻兵，守备果然越来越森严了。先留意观察他们巡逻的路线，再好设法避开。我怎么下去啊？哦，单独下去了。躲起来，怎么躲不起来，躲不起来。哇，躲不起来，糟糕。被发现了。快住手！请多指教。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死了没？怎么还有人？万般皆法，
剑鸣长空，柳慧太扯了，请多指教。怎可如此轻贱自己性命？若非有霍天上身协助夺回你的元魂，重塑你的肉身，你早已灰飞烟灭。混沌幽鸿世起，如今九州正是需要你的时候。你可知道，若你放弃星轮，待星轮再寻找到下一个合适的继承者，不知还要多少年月？你以为人界还有多少时间？答应老头子，下次不准再这么任性了。宗伯，抱歉，是我让你们伤心了。孩子，那幽暗之力正与日俱增，愈加。我会的。只是，丹。神女无需的。那孩子。好，换个招式。露点。兰香姑娘一定会没事的，大家谨慎前进。居然会掉下去哦！这越难，你听到？当。躲起来了吗？陈大，请问你，嘿嘿，快点走开。出来了没有？怎么现在？
绝龙杀。喂喂喂，是谁？没有没有，没看到人，你没有看到。哇，走太快了。哎，快住手！必须阻止！是武器，哦，真的是武器。OK， 哇，这蛮强的。不能让守卫回去通报，快追上，将之击晕。哪里？出去看看。多谢开路。等一等，不可轻率行动。糟了，快去看看。出去看看。升级一下技能。先把技能升一升，
翠村吗？来来来，通往寒荒雪城之路已被我阵法所封，你们若再往前，后果自负。雪春先生，你怎会在此？莫非将云兄带至寒荒之人就是你？如果可以选择，真不想与你们为敌，可惜这世上并没有如果。雪春先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既然你们来了，我就试试你们的能耐。岂有此理！呆子，我看兰香姐姐八成已是落在他的手中，我们就别跟他客气，速战速决。哇，十回合哦，好像两只是不是？真不愧是南斗星轮的继承者。不见了，我到哪儿去了？方才恐怕只是幻影，没想到雀春先生灵力如此高强。只是雀春先生究竟是何用意？若云兄与兰香姑娘真的在他手中，罢了，眼下还是破除冰阵为要。好，然后冰阵这边有最后一个猫球君的那个奇遇路线，他说在法阵的右边吧，看攻略是这样写的。法阵在哪里啊？
应该破除法阵那边吧。哇，这样也要打？好，我们这边快转了、啊。应该没有对话才对。好，好，解决。像钱还有用吗？哎、欸，我可以买哎、欸。绝龙杀可以，好，走吧。他说在法阵右边，右边哪里啊？这个吗？这道冰墙，恐怕不是我们能强行突破的，一定要找到破除法阵的方法。先四处探探吧。没有，没找到。好，快转。好，解决。桥的另一端有不寻常的气息，我们走。毛球菌在哪？毛球菌。法阵吧，这边应该会有剧情吧。航空之力，好，我们这边就不快转吧。这个吧，不是啊，这右边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就是他，找到了，最后一个毛球菌，我都集满了成就，
就是你了。收集完之后会得到很多武器，它就是类似有点像那个隐藏版的最强武器的意思吧。昨晚游历南美发生粮食短缺，直升器外表鲜红晶亮，只容于口不容于手。不错不错，值得值得。关注天地经济学电程，健身宽阔，魂魄刚猛，剑气阔处，寒光逼人，网络冰凌。哇！比上歌有九凤出品，避暑佳作的字样。嗯，为什么叫九凤伞？因为连着念两次比较可爱啊。九凤九凤伞。他应该有其他的武器吧？没了吗？有啦，云青的，跟蓝香的，让心灵回复最原始的状态，然后开始吃手手。看似无间的，唯有可疑的赤光凝聚成束，似乎是来自异世界的黑科技产物。好。好，我们要解法阵了。然后再回去。哦，因为它是飞行的武器是变成棒球棒了。好，成长。Go, go, go. 消失了。通往寒荒雪城之路应已解封，我们快走。我似乎是小觑你了，雪春先生。我们只想接回云兄与兰香姑娘，并不打算与寒荒起冲突，还请成全。可惜我不能让你们如愿，我必须扫尽所有阻碍皇子前行的绊脚石。休想对大巫像不利。大巫像？原来雀春在寒荒国竟身居高位。这么说来，他从一开始就对神医心怀不轨。我不会让你们有机会左右祭雪皇子的决断。好大的口气，区区幻影也敢如此猖狂。好，在没有其他敌人死亡的情况之下，击退雀春寒荒贵族令我攻击下降。OK， 那先把其他贵其他人解决掉不就好了？快住手！看！哦，蛮痛的。天人来帮忙！
还有一只。上神，难道打算插手人界战事？这些小打小闹也算战事？就算我不出手，他们照样可以将你拿下。哇，好痛哦！算了，失礼了。都是什么？一人帮忙，请多指教。伸手靠我。好，等下解决你。万般皆苦，剑鸣长空。柳慧，进！一人帮忙，失礼了。怎么样？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。啊，这种任务是在没有其他敌人死亡情况下击退雀村，不早说。炼通九针结脉。啊，没有看仔细，那、啊、算了。这没办法躲掉吗？哇，这样很尴尬哎！一人帮忙，必须阻止！怎么样？哇，这样我要死了！我从哪了？OK。所以要先打死雀村，再打前号的人。万般皆法，剑鸣长空。柳慧，好，管他了，算了。有了霍天上神这一个变数，看来要另想他法了。先随我退下，修补法阵。是。玩玩吧，快些把人找齐，快些回去。想抢我的好徒儿？真有趣，那我就让他们后悔踏上寒荒这块土地。
就算是你出手，恐怕也难以阻挡他们的脚步。不如，雪春先生是在对谁说话？他的模样有些奇怪，小谢谢。雪春先生，若是再执意阻挡，只好得罪了。这次亲自上场了吗？请上神指教。接法，剑鸣长空，柳慧，天炼通，九针结脉，这次应该可以把它解决了。
接法，剑临长空。六会，进！愚昧之徒，一出剑下，还不受手扶助？哇，还有，王八蛋！三回合，谢谢来帮忙。我怎么变那么多人？三十张。那我打谁？那太扯了。叶琛，哈戏要开始了。是的，现在一个人影也不见，该不会是想将我们引进城？再就算明知有诈，为了云兄和兰香姑娘也只能硬闯了。小飞香、万叔姐姐，你们别担心，西影和霍天哥哥会帮助大家的。我们这一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好了，喜欢频道的话，在频道转发图片，还是订阅右下角铃铛跟铃铛，直接打开。那种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这集收看，拜拜。